哇，有动静啊，兄弟们，看着花篮，看着水泡，漂亮漂亮，来货了啊，兄弟们，看看是个什么东西。哎呀，一个小黑水鸡，咱们把它放松了啊，一个小黑水鸡，看见了吗？哎呀，还啄我，还啄我，我把你放生了，你还啄我，你跟谁俩呢？你在这儿，你啄我干啥？看看，一个小的黑水鸡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。哎，挺好看的，看见没有？这不会是鸳鸯吧？不是吧？看着脖子是这样的，咱们把它放掉了啊。这是在野河里边啊，咱们把它放掉了，走吧。来了啊，兄弟们，看看，这是今天的鱼货啊，全程直播。看，这是黑鱼。黑鱼黄辣丁啊，然后这是龙虾，看，我带了一个特别大的大个的龙虾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看它这个爪子大不大，看见了吗？看这个大爪子够不够个，看我的指头，拿指头比一下啊，四个指头啊，这个大爪子，看哟，奥利给哦，你看这个这龙虾吃起来它香不香啊？特别干净啊，每个都是这样的啊，随便拿一个，看见了吗？每个都是这样的啊，那随便拿一个啊，看，每一个都特别干净啊。关注我，带你体验最真实的捕鱼生活。